一个跳跃，一个扑身，不论有没有接到球，下场都是满身泥。他们疯了吗？不，他们正在写历史。在圆梦，所以你人生走过很多的过程，能够还能够再打这一场球，输赢已经不重要了。大叔来了，加油加油！年轻人也来了，扑打扑打！这个农业区发展协会认为，农民不该只是辛苦与劳动，在收割农地上举办排球赛，吸引各地农民组团参加。水田排球赋予农业全新的意义，被国际品牌相中，拍成形象宣导片。当初以为是那个诈骗集团，但是经过他们的不断的沟通之后，我们觉得说，他们这次的标语，然后跟我们的精神是非常的match。农民在自己最熟悉的田地打排球，尽情享受，无所畏惧，正是这样的精神被看见，你可以的。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国际。